动的瞬间，是人群中一眼看到你，只看到你。这是哪儿啊？在您家呀，小姐，海北是您家的别墅啊，小姐。你放我出去！我不认识你，我也没怀孕，我更不想嫁给你。看来他真的不记得了，真的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你可以重新慢慢的开始认识我。我对你不是很了解，但你却突然间知道我很多生活习惯，这也太不正常了。我知道你很多生活习惯是因为我关注你，只可惜你也是作者笔下的纸片。对不起，我出于一些原因我不能爱上你，你能接受吗？你能看到小说？方慕辰，你到底是谁？有些答案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小哥，小哥，你不可以娶她，她不是我，她不是我。不管你在哪儿，不管你记得还是已经忘记了，我一直都在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出去以后，我都愿意无条件相信你。我也是为了找你才来这个世界的呀。你是为了找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爱情